高山，市中心。我们只能回来了，只能回来。对，我们现在必须要这个绕一下，要绕一下，因为呢，它到处呢就是路段都有这个管制的，所以我们要绕绕一下。那我为什么要来波兰这里开？我扭开。为什么来波兰开？什么未来？为什么来波兰？那个北大西洋公约。因为波兰是一个北约公约组织，今年轮到他了。是轮流来的。对。没有招到那些大头很累。啊？什么？招到那些大头很累啊！听说上次日本不是招到就花几亿日币来招待他们。今年波兰有非常多的大事件啊，每个国家都会轮到。这个月，上个月习近平访问波兰，然后这个月。是那个就是北约峰会，然后还有世界青年日，在七月下旬开始。今年很多个事情了。